哦，你们这边打起来了！哎呀，掉下去，掉下去了！前面又来一个，好，来了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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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没有斧头哎，哎，对啊，你只能绕到他后面，对对对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就这样子被打死了，不是打下去了。来了，下雨来了，下雨来了，下雨来了，走开！对，六个绿宝石可以换。好，那有时候有些囤吧。好、啊，那可以囤一下。饭桶名牌一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哦，奔进，奔进，自己下去。哦，你们好，接二连三过来，接二连三。啊，我在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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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没有，哎呦哎呦，他没有盾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跑了吗？跑过去，跑过去，跑过去！哇，他那个破绽，破绽把你们打爆了！要自己下去了，要自己被推下去了，被掉下去啊！我们扑快一点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过去吗？哎，可以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了！我吃过了，过去打过去，打过去，我回去，我回去，走。哎，我的节制氪金，我打他比较痛。好，来来来，后面还有一个小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韩继，韩继，韩继，我把他打下去，打下去！你们冲！我退一下，我退一下，快没血了，靠了吗？靠了！哎，我掉自己下去，你。哎哎哎！作者杀人了，要拿那个起始木剑才可以那个砍羊毛哦。好，我这个木剑超快的，干掉干掉干掉！哇，他们谁了？小雨跟小雨还有，哎呦啊，这样子现在他们可能就会有那个了，抗性啊，抗性抗性，他们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抗性。嗯，哎呀哎呀，不愧是谁？为了屁啊！作者在，嗯，库拉比，这东西也太好笑了。收集绿宝石，收集绿宝石。那个彩蛋箱很明显没有人去挂，嗯，没有人接过去，盖过去的路都没有。后面，我们家旁边两个都没人去。对啊，说不定很好了。哎，我四颗钻，我去，好。刚说绿宝石要拿来换什么？跟谁换？这边，这里跟那个上面留。绿宝石可以留，这里换钱。哦，这边。那团团说可以换那个钻装吗？这里名牌一。有有有，我们资源够多的啊。嗯，它是钻装怎样？每一件装备都一样啊？它就只有衣服而已，就名牌一而已。胸甲。对，胸甲而已。勾住你的心，勾住你的心。我刚才想换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换这个。我等下来勾你。钓竿，你钓竿，那是钓竿。来吧，我来勾你了。我已经被你勾走了。那球好低哦，只能用16次啊。天哦，能勾你16次。勾引一下。你勾一次我就上钩了。哇塞！哎呦，老天是好坏哦。他们结婚叫什么组合吗？蜜瓜。你好，哇哦！笑死，蜜瓜，哦，有剪刀，真的是很坏，这样母汤哦。哇，我还有群体隐身钥匙。嗯，那他就在叠喽，他就在叠喽。好，那努的耐久好低哦。嗯。回复半颗星，我在农资源。哎，治愈火药雨，情侣联合技什么？释放情侣联合技，哈基的对象换成哈基自己。啊？他自己跟自己，他自己自攻自受，他自己跟他的右手释放了。哇，好强哦！厉害啊，厉害啊！不愧是哈基，太厉害了。哎呦，他可以换中介箱出来。嗯，冲天炮，感觉可以又开始慢慢用附魔了。等一下，什么？有情侣之后结婚证书才起效？哦哦，有中间可以下去吧？嗯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下去吗？还是走情侣下得去？应该是情侣吧，情侣才可以去结婚。对啊，我们还没有，我们苦力怕可以自己打、啊。这边有银行保单可以哎，有了哎，你要自己打掉是不是？拍子，那我打了拍子，那肩伤，哎，落雷哦，他们丢落雷哦，好，肩伤先保护肩伤，
奸商还有什么？看看有什么？绿宝石换火药，钻石换火药，还有火药换中介珍珠跟金苹果。哎、欸，他们下来，他们下来，我勾下来，勾下来，我勾下来了。哎，哎呦，打掉，打掉，前面乱丢药水，快速，好快哦。对啊，快速上膛。哎呦，打雷打雷，哎、欸，他丢了，不见了，被雷打到了。好坏哦！哎呀，他们抓住者，他们抓住者，我把他打死。打去，打去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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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痛！打去。那快速上膛很爽、欸，很爽啊！可是耐久就是低啊。对啊。快点，快点，先把众人干掉！哇，有事，有事，有事！他掉钻石，他穿鞋子吗？啊，我没有拿到啊。钻石？他掉什么？拿到哎、欸！我刚刚看他蓝色鞋子喷出来，是皮革鞋还是钻鞋？不知道。我没拿到，我没拿到，我也没拿到。没有。阿志，打不到。情侣联合技普通。我拿身上有一个多一个铁鞋鞋。阿志到中间了，跨到中间了。他在中间塔上。哦。他还在叠，他还在叠。中间上面其实可以用爬的。嗯。我们就用他的桥去他们家吧。对啊。有人吃醋了。加草。想跑亲密度。好。亲密度越高，好像那个他们的情侣会越强。亲密度好像是要买那个吧，就中间商人。他有生日蛋糕啦，没有？他们彼此靠在一起会慢慢增加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身上好多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次桥就直接到他们家了，对吧？对啊，他们自己盖的。直通直通，就是他帮我们盖的，帮我们盖的。对、啊，到了到了。天阳刚射了我八发雷吧。我放射是、欸。哦，他们有人偷偷摸摸的。啊、哦。那是我们的，哈？哎、欸，摸掉自己的、喔，不是吗？没有，是啊，他们摸我们，我摸的是他们的，我摸的是他们的，我打打打打打，本机，对对对，我是摸他们的，没错。哎，我们回不去嘞、欸，嗯，这座桥，我有羊毛，我有羊毛，坐桥，坐桥，坐桥。哎，哎，隐约跟杰克，杰克，我还以为我摸错了，我没有摸错，我没有摸错，什么？不知道。你们跟雨月靠很近，谁情侣了？我现在没看。雨月跟杰克，你要不要去买？你们两个先靠在一起，我们会有抗性。哎呀，好，你们去买生日蛋糕啦。去买东西，去买东西。我先换钱，我先换钱，对，一些钱。嗯，我在看他们的。好，我把他们苦力怕第二只可以干掉喽。好，请。哎，有姐姐，我是小三，我骄傲。谁？小雨，小雨变小三了。为什么？他刚不是跟哈基在一起吗？因为哈基自攻自受啊。他选择自己来。哈哈哈哈哈。选择左右扫。哈哈哈哈哈。自己的小三。对，女人最大的敌人居然是另一半的左右扫。这样是不是小雨不够好啊？嗯，什么什么？他自己都选择左右手，好像有挂，好像有挂，有挂哦，蜜瓜，不要蜜瓜好吗？蜜瓜没了，只剩瓜，剩瓜了。这双倍 ，OK， 现在社会，我八颗绿宝石哎，等一下，让我下去，家里有几颗，我们可以那个。我没有绿宝石，多一点有绿宝石握三颗。我要鱼，我要鱼，我要鱼。哪里哪里？中间是不是？所有人直接获得64颗在身上。多赞！下雨下到我们身上了。对啊。对对对对对。这应该是天公作美之类的吧？对。直接下到我们身上。大家都来氪经验瓶了。哎，有铁针吗？有上面，所以我你是在跟我想一样的事情吗，杰克？什么？你想要弄弩？那我穿弩吗？对，先试试看可不可以啊？先试试看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有人隐形，有人隐形，有人隐形哦。弩就可以洗掉附魔啦。有人隐形吗？对，有人隐形。重点还是第三只啊，我第三只先读好。好。哎呦，大家都是小坏坏啊！真的都在想一样的事情。哎、他有弩，不是你可以两个弩合在一起。对啊，可是两个弩啊，这样就快速大家啦。就是我们不要快速上学啊。嗯，
他那个附魔台 Q 上去也可以直接，哦，说上弦嘛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懂你意思，我懂你意思，懂了懂了懂了。那钻装跟谁啊？钻装是中间的，中间的，中间的。我们中间，中间我刚没看到人。有啊，在房子里，房子里，在房子里。所以你可以直接洗掉附魔，哦？可以啊。房子里谁？你怎么洗掉？你知道是谁吗？就 Q 上去啊 ，Q 上去一下就。那我要在干嘛啊？杂货商人吗？没看到，啊。对，第二只不用管了哈。中间的靠近我们的房子，小房子里面，就是在正中央那边。哦，所以是在外围哦，在外面那边，就不是在我们家，啊。好，哦，有了。啊，连发快速上弦，哦，可以洗掉。OK， 史诗联合技，自己跟自己，我就跟鱼靠近，自己跟自己。哦，降临，闪起来的隐形，隐形，哇，哎，欸，我要回去买，我回去买吃的了。嘿嘿，我方守护者被打，欸，我方的，他们在打第二个。要浪吗？快速上前，给他们，给他们，给浪吧！啊，让让让！小三，小三，你为什么要选择他们呢？小三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他们哎，欸，怎么办？撒娇，自己跟自己撒娇，这样子没有问题啊！你看得到我，我看得到你，自己跟自己撒娇讲，阿基，阿基。我是哈基，哈基又在那个咯，又在隐形了，对啊，只是没有那么强。那我可以直接把我的再合上去吧？可顶多快速就是三，所以要么就是他的快速。哇，五是五是那个指令出来的，这把好强，喔，哦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欸，我们强没了，要对，好，嗯，那前面是谁？应该是我不啊，不确定。等一下，我要再拿一点金晶石。专属技能与武器。伤害随着我方亲密亲密，哇，他落雷剑是不是啊？对，哎，欸，你们越亲密，我这把武器越强，哎，欸。我现在小三这样子，等一下我去中间买蛋糕。哎，重点是你们两个情侣要一直在一起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附魔。谁可以盖路啊？也是不是隐形啊？对，刚刚有人隐形哦。那个本机。我们要不要那个天桥鸡蛋直接？哎，欸，对呢，我身上有天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那你直接去吧。那我们可以出去。你总是拿蓝色的，啊，是三个绿宝石哦。坚持不过他们那一队啊！哎呦，贯穿，他贯穿哦！这样礼物，贯穿，他贯穿哦！会疼，会疼，会疼。我也有啊！哎呦，哇，你们都不贯穿啊！那是要买附魔啊！哎，欸，这人偷偷摸过来啊！看看丢火药抓人，丢经验瓶。原来是小雨。别，欸，再用那个了，他们钱很多的，欸。嗯，防爆没用啊！哎，欸，他掉下去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你们丢，我没有防快。八个火药一个。帮我看一下，帮我看，有人，有，哎，欸，那是我们自己的。放心，嗯。行雨联合技神话，哎，欸，家里有人，家里，欸，家里啊，他们隐形，他们隐形，他自己，我在打，好，家里要有人防，要有人顾，恶魔觉醒了，哦，系统出错，生产火药机关卡住了，哦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掉火药了。嗯，哎，功力是有人哇哦，有，这把剑太强了吧？那我先暂时走家，哦，你们等一下有人回来，我们再出去。哎呦，哇，怎么了？他好痛啊！他怎么可以痛成这样啊？他死了吗？他死了，死了。哎，欸，我有附魔金苹果，哎，欸，为什么？嗯，他掉的吧？他没有吃吧？他掉的。好，那我吃掉了，谢谢。那我吃一次啊。哎，欸，因为你先守一下好不好？我想去买钻装。哦，好，我守一下。你们说在哪一个啊？哇，你们神经病哦！啊，你是说钻装吗？来，啊，你到中间，我带你，我带你。那，啊，我怎么都没看过？在那小屋里啊，家里丢小屁孩就好了。这里有人，啊，这里神秘商人。小雨来了，小雨来了。哦，拜拜。你那个好输压哦，玩水喽。咔咔咔咔。水神，
水柱，哇，小屁孩去哪了？哇，小屁孩会消失不是吗？哎呦呦，哎呦，小屁孩不会啊。不会吗？会吧。进啦！哎呦哎呦！现在我们水之呼吸往前走。好，往前冲，往前冲。还听到他的声音呢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嘿，嘿，小屁孩嘞 ！OK，OK。是是是！哇，这个恶奴真的超强。这奴太夸张了，我觉得。啊！我们要让繁星变超强。有有有！过来过来！顺水流往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好好，你往上。可是我剑士剩不多。中间，中间，中间。哎。哎呦，蛮力可以稍微前压，把他死了。你们后面的人可以往前哦。有了，再往前了。我已经走到对方的一塔了，二塔了。怎么到处都是水？我还在水柱。我在接近中间的位置。啊，他们家没有那个桥哎，我们需要天桥弹。哇，钻石乱喷。我只有那个。中间有人吗？中间我在中间。啊，没人。